原住民原始人士的风采。南苏州它跟富士当地新竹大江这一块的拉丝合作生产，台湾音响 original band。台湾拥有丰富的种族与多元的文化，除了闽南、客家与外省三大派人体系外，更有泰雅族、塞夏族、布农族、周族、泡族。Yeah.
谢谢徐老师的演播机带来的精彩表演，我们今晚的演出就此告一段落。Although we're going to tonight, I'm completed.